自己是仙女，我是小祖宗，都是仙女。李白嘴快报，11月22日，乔欣工作室晒出视频，乔欣张腿坐台阶上，姿势霸气，似乎是在休息时间，十分悠闲的与旁人闲聊。有人问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仙女，谁知乔欣连忙说不不不，我是小祖宗。接着大口喝杯子里的茶水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架势气场可以说是很足了。工作室配文：仙女喝露水，而我老板喝茶水。自己是仙女，我是小祖宗，都是仙女。Snoop Dogg